谁？武媚娘。武媚娘，真的是进宫来了，当人进来了。武媚娘，她不是先皇手下的才人吗？其中自有道理呀、啊。无论如何，受先皇的才人进宫，总是很不合礼法的事情。圣上也未免太任性了，我非反对不可。谁又在打钟？真讨厌！不知又要出了什么事情。奏陛下，臣妾已经把武媚娘接进宫来了。哦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并且臣妾已经吩咐给武媚娘香汤沐浴，今晚在玉林宫候驾。你真好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才对的。只要陛下不把臣妾置之脑后，臣妾就感恩不尽了。启禀万岁，楚随良在武门，临终请假。这一定又是多出来的事情。你去传旨，叫他有什么事情明天上早朝的时候再说。武媚娘梳洗还没有完毕吗？正在更衣呢。启奏万岁，武媚娘来了。见妻武媚娘见驾。哦，不必多礼了，平身吧。今天又看见了你，真高兴的很。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，来，今天我们要痛痛快快的喝几杯了。来来，想着你，你知道我一向是这样多情的。谢陛下的洪恩，可是宫中美女如云，像奴婢这样的人才
怎么敢希望圣上的宠爱呢？哪里，你简直是天上的仙子，他们怎么能够跟你比呢？哦，万岁好几天没有上早朝，真是奇怪。您知道这内洞的情形吗？我也是不大清楚，据说是万岁常常的头疼啊，也许是还有旁的缘故呢。如今满朝文武惶恐得很，我们应该去请圣驾一下。是，对对对对，就是对。但是再也没有比睡觉更有意思的。这条眉毛还可以再画得浓一点。对于女人的眉毛倒很有研究的。不见得。我试试看。启奏万岁，文武百官在朝上等坐很久，请万岁上朝议事。我今天头痛得很，不上早朝了。是。陛下有好几天不上早朝了，这实在是不大好。怕什么？我是皇帝，谁管得了我？可是我怕大臣们闲话，倒反会怪臣妾起来了。哼，他们怎么会敢？臣妾蒙陛下这样的宠爱，也不怕皇后暗中妒忌嘛。臣妾很怕。怕什么？怕不能永久伺候陛下了。哦，你放心好了，只要得罪我亲爱的妃子，我就要她的命。皇后驾到。臣妾见驾。大清早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请陛下恕罪，臣妾有几句话要当面奏明。哦，有这样要紧的事情吗？陛下不上早朝已经有十来天了，大臣们都在那儿议论纷纷，惶恐得很，恕臣妾大胆叩求陛下不要。不要什么？不要耽误朝廷大事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头痛得很，可是你还不是因为嫉妒才说出这种话吧？我生平顶恨的就是这种小气的女人。臣妾不敢。那么你回宫去吧，我全知道了。谢万岁。臣妾罪该万
连累陛下为臣妾受气了。哦，那不关你的事。你不知道，每天早上批阅奏章是多么麻烦的事。假如万岁放心的话，臣妾倒很愿意代劳的。嘿，那你就来做女皇帝得了。是真的。哦，女皇帝，女皇帝，这天下都是臣妾的呢。这两个家伙是谁呀、啊？什么皇爷，敢在宫里头横冲直撞的？是武承嗣和武三思，都是武娘娘的侄子。皇宫里的事情真奇怪，从秦王皇后多么红，可是武娘娘进宫没有几年了，满朝都是她的势力了。可是她有她的才干和理，唉。我说像武娘娘这种女人呢、啊、真正是岂有此理。你说话要小心点，现在满宫都是武娘娘的耳朵。娘娘的威仪文武百官都是很敬仰的，不过有几位元老比较难于对付，有几位很想对臣拉拢，他们都表示愿意为娘娘效忠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暂且退下。是娘娘。回娘娘的话，奴婢已经办妥了。这里面就是嘛。宫里有什么风声吗？各处都有传说，王国就有谋反的意思，恐怕皇后娘娘自己也知道了。哦，皇后驾到。娘娘难得光临，可有什么吩咐吗？不过是，哦，想跟妃子随便谈谈。近来，宫里头有一种谣言，说是我哥哥有谋反的意思。啊，我倒没有听见说。这谣言毫无根据，可是来得很奇怪。我知道是有人在暗算我，可是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人家，
人家为什么要害我呢？皇后的话是对我说的吗？哦，不不，妃子，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女人罢了，对谁也不会有妨害的。你想，何必使我太下不去呢？但是，过分的欺负我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他的。请陛下到皇后那儿去聆听吧。从今晚起，臣妾不敢再留陛下在这儿住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缘故吗？臣妾不敢多嘴。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啊。这样可以免得引人妒忌，引人痛恨。陛下的错爱已经使皇后恨极臣妾了，并且宫里有一种谣言，说是王国舅对陛下也不怀好意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臣妾不敢再留陛下在这儿住宿了。真岂有此理！我今天非教训他一下不可。简直是天下的第一个坏女人。请陛下息怒，臣妾实在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了。你还装假？这小木头人是谁弄的？你什么意思？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，这实在是冤枉的，一定是有人想陷害臣妾。谁在陷害你？你说，你指出来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嫉妒才起这样的狠心。我明天再跟你算账。啊，万岁！我的小女儿的满月，我很欢喜，你们大家多喝几杯。快点喝。
天来月，你做的哥哥了。韩国夫人到。参见万岁，臣妾特来给小公主道喜。韩国夫人不必多礼了，是上座。妃子，把我们的小宝贝抱出来，给他们大家看看，好吧？好的，你去把它抱了出来吧。都没有机会和夫人接近，今天我们可得。陛下，有什么话吩咐吗？我有很多的话想跟你说，可是，哦，夫人，你答应了我。可是臣妾有点怕。怕谁？怕你妹妹陈飞吗？她正在应酬着，忙得很，不会知道。我是皇帝，那又怕什么呢？老娘娘的御驾，很不敢当。没有什么，小公主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我也一样的喜欢。来，把小公主抱来，让娘娘看看。真美极了，将来一定像母亲一样的聪明。快抱进去，让她睡吧，别着了凉。万岁跟韩国夫人呢、啊、听说在御花园百花亭上。韩国夫人是谁请她来的？不知道，也许是皇后吧。我知道了，你出去。我是知道会有这样一天的。好，你们要怎么样都行，只要权柄在我的手里。
孩子，你原谅我吧。为了你母亲的权利，只好牺牲你这条小性命。赔个罪。我知道陛下是不把我放在心上。这我哪敢呢？不过因为我头痛，所以可是臣妾没有脸再活在世上了，我今天情愿死在陛下的面前。好妃子，你饶了我吧，你无论叫我怎么样，我都答应你的。哎呀，娘娘，小公主不好了啊！你说什么？小公主不好了。啊，快去看看。请陛下替臣妾做主，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。有什么人到这儿来过吗？一个人都没有。那么刚才谁报过他的呢？是皇后娘娘报过之后，奴婢才报小公主进来睡的。一定是你把他弄死的。求陛下明鉴，这实在是冤枉的。你还说冤枉？我知道你是因为嫉妒才下这种毒手的。你是泼妇，你是下贱的女人，你要配做皇后？性情暴烈，朕已决定废作庶人，另外册立武宸妃为皇后。这件事你们可以不必在意了。臣请陛下再仔细考虑一下。王皇后素来贤德，先皇临终的时候曾有遗言，命臣等效忠于皇上和皇后，岂可轻易地废掉？他曾经用妖法要朕的命，又害死小公主，还能够说没有罪吗？这都是一面之词，望圣上明察秋毫。至于要立武宸妃为皇后一层，更不可行。
陛下要是不听臣的话，臣愿立刻告退。满口的胡说八道，把他轰出朝门去。没有看见你了，真是把朕给想坏了。信了陛下的好意，可是给天后知道了，臣妾还吃罪不起呢。哦，你妹妹嘛，那个傻瓜，她正在朝廷议事呢。自从她正了位之后，每天的批条文、改法律，真麻烦死了。今天特地的偷偷的溜了出来。来看我夫人，夫人一定给我点安慰吧。这是天后送给夫人的礼物。什么？啊？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求陛下替臣妾做主。这从哪说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狠心的女人，让我去问她。你送一块白绫子给韩国夫人是什么意思？哦，陛下来得正好，我这有几条重要的条陈要请陛下用印。什么？又是什么条陈？条陈？自从你做了皇后，天天的提条陈，找是非，真麻烦死了。请陛下静一静，臣妾的条陈很简单。第一，目下捐税太重，百姓们困苦不堪，我们应当减轻捐税。什么？减轻捐税？这国家不是要受损失吗？第二条，国家大事应当人民参加意见，叫百姓们来管理朝政，这不天翻地覆了吗？还有呢，古人的礼法对于女人太不公平了，父亲在世，儿女为母亲戴孝也是三年，这是从来没有这种礼法的。王道不外乎人情，这都是最合人情的事，请陛下昭旨天下，立刻施行。啊！我头痛，我头痛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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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都依你好了？我要被你逼死了！我这皇帝，我也不做。这都是皇帝应当做的事情。兄弟兄弟兄弟，我要喝酒啊！我喝酒。我头痛啊，我头痛。启政万岁，韩国夫人自杀了。啊，怎么她死了吗？已经不行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哦，你
经答应，今天晚上一定到这儿来吗？是的，娘娘。听说五娘娘当选以后，官妃被她憋得很苦，心里很后悔的呢。哦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在这个地狱似的冷宫里头，我已经待了12年了。上天保佑，今天晚上让我见一见圣上。忙得很，并且常常的头痛，所以没有来看。哦，陛下老得多了，12年，整整的12年，我好像在地狱里的一样。记得陛下登基的时候，我欢喜的要发狂了，陛下紧紧的搂着我，说跟我要同享富贵，可是现在什么都完了。你别伤心了，我也很难受，这都是那武士离间了我们。求陛下替臣妾做主，臣妾只要能够重见天日，就感恩不尽了。万岁，夜深了，请回宫去吧。我去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想法子让你出去。你娘娘别太伤心了，圣上一定会让娘娘出去的。站住！你是谁？当家在此，还不赶快跪下！奴才该死！来做什么？父皇是看王王后来的吗？没有的事情不要胡说。关于王王后的事情，儿臣很想跟父皇商议一下，请到里面去再说吧。不敢瞒父皇说，儿臣到冷宫里已经去过好几次了，王皇后实在可怜得很。这又有什么法子？天后又是你的母亲。孩儿虽然是母后亲生，可是母后的行为儿臣实在不敢赞同。女子掌握朝廷大权，总不是国家之福。我想父王还是恢复王皇后的地位。
你看这事情，大臣们会不会笑我自相矛盾？不会的，大臣们一定很钦佩父王的严明。只要父王有决心，立刻行事。可是，好吧，你去选上官义进宫，不许声张。启奏天后，冷宫卫使求见，说有机密大事面奏。传他进来。臣上官义见驾，愿母皇万岁，爱卿平身谢万岁。父王因见母后专权，非唐制佛，打算佛立王王后地位，特请老先生到此地来商议的。废掉天后的事，你觉得可以做的吗？陛下有这样决心，真是国家的幸福。好，请立刻起草密诏书吧。是。哎，这女人真太岂有此理了，她的眼睛里简直就没有我这个皇帝了。废掉她，非废掉她不可，也让她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写的什么让我也看看。臣罪该万死。这是陛下自个儿的主意吗？这陛下跟臣妾十几年的恩情，陛下就这样的恨我吗？这那不过是上官仪的意思。是你的意思，那么这诏书还有什么用处？哎，我头痛，我头痛的厉害，我要去睡觉去了，我睡觉去。现在没有你的事了，请回府去吧。谢天后开恩。好孩子，你也恨你的母亲吗？儿臣不敢。这样很好，但是反对我的，想推翻我的人，你们都来吧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是要跟你们干下去的。小武太子，王皇后折犯天规，历届赐死，上官义离间宫闱，罪当斩首。领旨。当时啊，陪祖父你苍石尽忠，死而无恨，你自己要留住点。
真难过，我这头好像劈开了，哎呀，我的孩子的儿臣在，我不行了，这天下是你的。你的母亲很能干，你应当常常的向她请示。父王还是安心的养病吧。天后呢？陛下。我们要融别了。自从父皇去世之后，孩儿对朝政也很想有点改革，可是母后的意见有许多地方孩儿实在不敢赞同。那是因为你有男人的成见，我做的事绝没有错的。近来母后又要追封母后的亲族加入太庙，这也是列古以来没有的事情。孩儿恐怕天下人会取消母后的私心呢。你忘记你母亲的养育之恩了吗？不过我知道你是不了解你母亲的心理，我有我的主张，谁要反对我，我绝不放过他。天后有旨，今上天子完蛋，南臣先忙一日，贻误朝政，坐骑退让帝位，降为庐陵王，即日启程，迁居房州。
尽孟圣上恩典，妾得自由除外。禀报万岁。这叫谁呀、啊？非圣非道的，他，嗯，从前叫冯小宝，现在就薛怀义，哦，也是当今圣上的宫男，本来也跟我差不多，就这么玩玩的过日子，哼，现在可抖起来了。嗯。哎，醒醒！哎，醒醒！醒醒！哎。圣上叫你去呢。啊，什么事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圣上离不开我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张义子。
师见驾。走上来，谢万岁。奴婢能够看见陛下的天颜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你高兴你的幸运吗？奴婢高兴极了。很好，来，带他们到里边去，给他们铺点粉。谢万岁。多年，你还记得从前的事情吗？你可知道，你的孙女在深宫里偷偷地替你烧纸钱吗？嗯。哎，山师，你看。那花队里面有谁在烧什么东西？我们去看一看，好吧。祖父啊，你还记得是谁把你害死的？你忘记杀身的仇恨了吗？你在九泉有灵，千万不要放过那狠毒的女人啊！哼，好大的胆，你敢咒骂圣上？慢着，等我来问问他。喂，你是谁？你敢在这儿胡作胡为吗？别问我，你们给我杀掉好了。慢，也许这里边有什么阴谋，带他去见圣上。好，走。启奏陛下，这个女子在花队里烧花纸钱，星耀作怪，咒骂陛下。你见了朕，怎么如此无礼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上官婉儿。上官义是你的什么人？我的祖父。把他一起带到百花亭去。什么要兴妖作怪了？我并没有。你又为什么要咒骂寡人？你不怕死吗？我不怕死，我恨你，因为你是我的仇人。陛下，这女子胆大妄为，立刻将她斩首，也不必多费精神问她了。你别管。你为什么要恨我？是因为你的祖父上官义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你杀了我的祖父，你是我的仇人，并且你还杀了许多的人，天下无数的人都在恨你。你恨得对，可是你错了。
那是因为你祖父自己上的当，我并没有害他，而且你这样也恐怕永远报不了仇了。陛下，这个女子简直目无君上，让臣拿下去立刻正法。她没有罪，你们不许多管闲事。我跟你没有仇，也不恨你，你自个儿去细细的想一想吧。谢天后不杀之恩。这样顽强的女子比乱臣这子还可恶，陛下为什么不杀了她呢？为什么要杀她？这样顽强不好吗？并且他很值得同情的。张爱卿，万岁！你们来了多久了？侍候圣驾很久了。你们的彩球舞练好了吗？现在就来试一试吧。臣领旨。有本其道，求见万岁。传他进来。臣狄仁杰见驾。是坐。谢万岁。陛下的兴致倒很不浅呢。下这样玩弄男子，臣总不以为然，就是民间的舆情对于陛下这一层也都很不满意。先王在世，后宫的宫女在三千以上，歌舞昼夜不歇，怎么倒没有人来犯罪了？这先皇嗔免女色，臣也是素来反对的。臣现有紧急军情，启奏陛下，徐敬业带领十万凶兵在扬州起事，声称要讨伐陛下，这就是他们的戏文。以臣的愚见，只有传位给卢陵王才是最好的系定办法。什么？你也是这样想吗？我非要先讨伐敌人不可，看看现在究竟是谁的天下。狄爱卿，你先上朝堂召集百官商议出兵，朕即刻就到。领旨。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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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哎，来来来，什么东西敢在这里胡闹，别管闲事，你连我都不认识吗？好大的胆子，来给我打。好小子，你等着，我立刻就要你的脑袋。你任君无缘无故把小生痛打一顿，并且辱骂万岁，求陛下做主。你一定是自己冲撞了他吧？没有，就是小生一个人在明堂里玩，狄仁杰进来打我的，请陛下做主砍了他的脑袋。那是活该，明堂是什么地方，你怎么可以在那儿胡闹，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了吗？万岁，你一欺负我，气死我了。老妖精，有个姓张的小子就不要我了。好，明堂是我造起来的，我不能去。好，终有一天烧他妈的官。但亲们，这一杯酒是庆祝我们讨逆胜利。我主万岁。来酒，来酒。圣上，今晚赐宴，文武百官都到了，你怎么不去呀？我不高兴，他是什么东西？你瞧着吧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Thank you.
劝朕归还政权，可是朕的主张先打乱党，现在乱世平了，我倒想从此休息休息，不管朝政了。国主圣明，臣的意思也不过希望陛下顺从舆情罢了。喂，你看屋顶有个人，他趴在屋顶干什么？喂，你是谁啊？喂，我问你是谁啊？好像是怀疑和尚的，我看这一定不怀好意。万岁！有个身穿和尚衣服的人，在这屋顶上鬼头鬼脑的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后来被卫士们发中了一箭，他就逃走了。穿和尚衣服的，不要胡说，下去吧。婉儿，你现在还恨我吗？哦，万岁，我怎么能再恨呢？陛下的脸色很不好，恐怕着凉了吧？
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总是静不下来的，让我照照镜子看。是第一次觉得我是老了。啊！万岁！无情的时光，可怕的老。终于来了，但是我只要有一口气，我是要跟你们斗下去的，我死了也要跟你们斗下去的。这两天呢，圣上的病很厉害，我们得留神一点。哎，我们进贡一来啊，算是生死关头，将来我们也许能得天下的机会，最好不要让武士弟兄跟圣上见面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两个去布置一下。好，圣上传旨，即刻通知为师们，无论王公大臣，一概不准进宫朝见，有天大的事情，等圣上的病好了再说。领旨。对不起，圣上刚才传旨下来，不论什么人也不准进宫朝见，请二位改天再进宫吧。怎么，圣上连我们也不见吗？是的，圣上说无论谁都不见。我要进去看看圣上的病，有事情我们自己担待。对不起，这是圣旨，我们吃罪不起。什么东西，你们赶住小王的路。慢，不让我们朝见圣上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无非是圣上好安心养病的意思。陈慈，改天再来吧。哼，男不相男，女不相女，什么东西？陈慈，你就忍耐一点吧。苦恨生伤，怎么单把那两个家伙留在宫里？你看将来圣上会不会把王位传给张氏兄弟吗？这倒很难说，听说张建之他们要到房州迎接卢陵王去，我们两人地位很危险呐、啊、我们两个人也投到卢陵王那儿去，这对圣上不大好吧？事到如今也管不了许多，一个女人能做了什么大事情？女人到底还是女人。我屡次请圣上把张昌宗正法，圣上总是不听，一点勇气也没有。现在圣上害着重病，张氏兄弟整天整夜地包围在左右，情形实在更糟了。圣上既是这样，那么我们也只好用非常的手段了。我早就有这种意思，只恐怕各位不肯冒险。两位王爷到。
诸位不要见外，我们有重大的国事跟诸位商量，不想圣上害着重病，只有张氏弟兄在宫里，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入宫见驾，国事实在不堪问呢。我们也正为这件事在商议，依你们二位的意思应当怎么办呢？我们以为去这庐陵王回朝是最好的办法。我们也早有这种意思，只是现在没有人去接。我愿意去接。也好，那么想法子明天就动身。就是。好像好一点了。好一点了吗？婉儿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病了这许多时候，怎么百官不进宫来问候一下呢？万岁不是不许百官们见驾吗？我哪有这样的意思，这倒奇怪了。昌中，近来百官怎么一个都不进宫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你们知道欺君蒙上该犯什么罪吗？请陛下息怒。臣等是一片忠心，好让陛下安心养病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昨天新买来的碟子。哦，那么你吹给我听听。怎么，庐陵王还没有来吗？现在宫里的事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，再迟下去恐怕要坏事，所以我想不如现在就发动，先把张氏兄弟除掉再说。对了，事不宜迟，应当立刻发动。好。等下，你看这什么？啊，不好了，快点预备，叫他们把城门关起来。啊，把城门关起来，把城门关起来，把城门关起来。
长中，你们快去看一看。万岁！反倒来了，你们还不快下来！反贼已经伏法，我们去奏命圣上。大伙儿，大伙儿，中跟义子谋反，臣等已经把他们杀了，因为恐怕泄露秘密，所以事前不敢奏明，臣等领众进宫请罪。什么？你们杀了朕的亲信，该当何罪？你们谁敢谋反的，来吧！陛下息怒，臣等不敢。玄武城池。啊！儿臣参见母后，朕没有传旨，你怎么擅自离开房州了？听说母后圣宫为何，儿臣特来问候。是你去接他来的吗？你们这些个奴才，我恨我自己瞎了眼睛。陛下春秋已高，桓秋立刻传旨，禅位千岁，以保陛下万世的基业。什么？你想逼朕退位吗？陛下的圣恩全国都领受到了，现在陛下应当可以休养天年了，臣等一片忠诚，绝不敢有什么二心，求陛下明察。你皇帝，你皇帝，这天下都是臣妾的了。哦，请陛下降旨，传位给千岁，千岁一定不会违反陛下懿旨的，请陛下不必多虑。儿臣一定尊重母后的懿旨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先退出去吧。